看看这里，这个大教室下边躲了一个赤眼红毛啊，今天咱徒手抓哈，看看，一定要快准狠啊！哇哇，抓螃蟹啊，一定要抓它的后屁股。你要是正面跟它玩的话，那受伤的是咱自己啊！哇塞，你们看这里，这里是个啥？哇塞，哇，海蛇吗？这个，我去，是个电鳗啊！我去，哇，这个，哇塞，今天没拿夹子，哇塞，吼吼吼！哇塞啊，这样一定这样捏它的话它就不会动了。看看这个猫眼螺，你看，哇，这个痕迹啊，现在还在往前爬呢，看到了吧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哇，过瘾吧，满满的都是肉啊，这个奥利给，哇，你再不出来我使劲了哈、啊、哇去，你看这个大不大鱼，它还在爬呢啊！看这吸盘大不大？